这是每天我都要走的路，这一条路上全是雪，而且车子稍微铲了一下，但是没有铲太多。今天 Metrobus 就是公交中公交车已经停了，在前面能停差不多连十米连对面那个红绿灯就已经看不见了，那个是100米的，所以差不多能见度在10米。这里地上两边就只有中间开能开一条车的道，两边全都是雪。而且风很大。哎，还有人开车。来看一下。哎，这看不见红绿灯，哦，好像有一点。啊，这个风太大了。